界没有人才吗？没有人想去这个最肥羊的地方吗？这个最辖下最大的医院吗？这个代理院长不够格吗？既然代理22个月，为什么不直接升他？因为部长，今天答案已经出来了。我本来以为今天早上答案还没有出来，王必胜院长、王必胜市长是不是把这个位置空了22个月，等他自己过去？啊，这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他不去当院长吗？我据我所知，他没有去当院长。好，我们等等看。跟我讲没有、部长，在我第一次跟您质询的时候，那时候是为了要价要砍价，然后这个当中您做了很多的反质询，那我告诉您说。我从健保署开办，民国84年到我的效期期任期时到明年2月，总共有30年的这个聘书，哈、啊，历经4位总统，哈、啊。那我跟你讨论要价的时候，您跟我讲了一句话，那时候大概是29年多，您跟我说我29年来都是错的，所以部长，我今天有两个方式让你做选择，第一个你要收回这句话，还是你要收回我30年的从卫福部发出来的聘书？好，请你做选择。聘书是无从去收回了。好、哦，那至于我说的话是否是、啊、是部长，我担任召集人，我主持动议会8年，可以来做讨论了。那你要收回这句话吗？你说我29年都是错，你要收回这句话吗？这可以来大家来讨论。什么好讨论？就是你啊，就是你说的，你反质询。我最后一张告诉你，这个不叫整个投资不足，投资不足。然后管理失当，包括这个分级医疗没有落实，医药养医，你说叫我拿出证据，部长，我再告诉你，区区的卫福部医院，你怎么管理的？好，第一章，这么基本的卫福部26家医院，第一个，赖在副总统承诺内阁单一性别不低于1/3，虽然他也是大跳票，我们来检视你的这个卫福部医院，好。院长的比例是24:2，男比女是24:2，这两个2520还借其任满，搞不好你都换成男生就是26:0，副院长是29:3，部长，台湾医界没有女性人才吗？请说。在过去，那在好，因为院长就是没有嘛，没有女性人才嘛。院长、副院长过去，尤其是院长，他是负责医师，所以他一定都是。这跟男性、女性有什么关系？因为过去早期的时候，那男性的医师是占多数，女性医师是比较少的。女性有22%，我查过了。也有1/5，那要看是部长，不要找借口。看是哪一个时代？部长，我去查询的时候，部长，我查询的时候，我发现了一件事情。副院长是双轨制，你有遴聘办法、遴选办法，但是有所谓的院聘副院长，还有一个所谓的跑出助理院长。部长，可以这样子吗？那是正式职位吗？那都不是。在官网上可以张贴吗？现在都还有所谓的院聘副院长，不遴选吗？那都是要遴选的。没有，院聘副院长没有遴选，就是院内自己聘，你也允许。卫福部官网上都有张贴，你怎么管理的？毫无章法。好，下一张，部长、院长重不重要？卫福部院长重不重要？请问什么时候代理？什么时候进行代理？代理当然是一个过渡期呀、啊。好，过渡期，好，停在这里。代理时间过长是不是好事情？当然不是好事。好，不是好事情，我们上去查，因为网站上有很多没有历任院长之后，我就先排除。那我找得到的部分，部长，请你看一下。代理六个月。有关嘉义跟旗山，我还可以理解，因为偏远地区嘛，也许未必有人想去。好，那嘉义有一任代理了12个月，院长，我知道所有的院长为什么零是做得很好，因为知道任期这个院长任期届满的时候，前2个月就进行遴选，那有些时候是到期才去遴选，所以就会代理，我发现代理好。代理是越短越好，对不对？因为要无缝接轨，对不对？是。院长这么重要，好，我们看下一张。卫福部桃园医院，2022年7月，徐永年院长借龄任期满，留了22个月的时间给谁？二十二个月代理期，第一个医界没有人才吗？第二个。没有人想去这个最肥羊的地方吗？这个最辖下最大的医院吗？第三，这个代理院长不够格吗？既然代理22个月，为什么不直接升他？因为部长，今天答案已经出来了。我本来以为今天早上答案还没有出来，
王必胜院长，王必胜市长是不是把这个位置空了22个月，等他自己过去？啊，这个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他不去当院长吗？我据我所知，他没有去当院长。好，我们等着看。跟我讲没有，我们等着看。今天报纸已经出来了，一个人居然可以温人涉事，堂堂公家医院22个月，桃园医院22个月，没有正式院长，是代理院长。那个时候是因为要准备一些终身条件。好，我们等着看。你说没有，部长说没有，我们大家等着看，等着看。好，外服部基隆医院，基隆医院不要把它当八卦，我是药学专家。基隆医院里面是一连串过一连串的问题，在过敏史的地方，过敏是非常重要，是规定放在病历的首页。过敏史谁可以填？这个是非常重要，因为过敏反应可能会致死的。医师在诊间。病人告诉他过敏，做确认才能填入。这个可以填。第二个，可能住院病人护理师发现他有问题，所以他跟临床药师或医师确认才能够填入。这个是非常重要，填入就不能更改。第一个，这是一件事。第二个，医师开处方，这个小朋友6岁，医师开处方说一定要读一下过敏史，免得开出会造成他过敏反应的这个药品。医师有一关。第三。药师调剂的时候要再确认一次，药师是专业，他必须再确认一次。第四，交付药品的时候必须再看一次有没有过敏反应，至少有四关他都过了。各位，这不是八卦，这对我来说是一个严重的药品安全网大破洞。部长，我要求基隆医院外服务基隆医院交出报告，一周内交出报告。啊，这个是个系统性问题，有4关关卡。这个部分我们已经做了初步的一个。好，我要求看这个报告，请送到我的办公室来，这样可以吧？这个报告可以送吧？好，部长，您那句话还没有收回。收回，收回什么？好，谢谢。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，记得下载 TVBS 新闻网 APP。